Jacqueline 真的很勁啊！我唔試我都唔知，原來真係得嘅喎。Jacqueline 梗係點啦？信我啦 ，Jacqueline 超點啊！你講邊個啊？你連 Jacqueline 唔識，梗係都暗瘡啦！有 Jacqueline， 冇暗瘡。係咪電話公司啊？請問 Jacqueline 電話幾多號啊？任何類型嘅暗瘡都可以治愈嘅，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啦。我揾 Jacqueline 幫手，佢兩個月幫我搞掂曬啲暗瘡，而家冇曬暗瘡，開心翻曬。有 Jacqueline 冇暗瘡。千姿百形，送给心肝宝贝，流言在最终会一碌宝贝，花多眼泪，至少心肝宝贝，斜阳没有花灰。玻璃箱给我这双眉，分分钟一世走一回，看见你快乐已不用言悔。星期一晚十点，一路宝贝现身 One Like Stand， 同恋爱小天后一起人鬼情未了。一路宝贝，又出钱又出力又出汗，到底为了什么？唔使讲啦，两年前发生咗件咩事？民主党喺超错政改方案投咗赞成票，我哋根本唔使讨论佢系啱定唔啱，睇佢投票结果咪知咯。赞成嘛，同民建联一样投赞成票，同主流泛民为敌，呢班人出卖选民，背弃盟友。想睇袁利明喺新东建政大会嘅整段发言，立即上 YouTube 或者任何网络搜寻器输入袁利明同埋参选宣言两个关键字，就可以揾到由今次选举相关片段官方户口发布嘅片段。希望大家收睇及广传，令人民嘅声音网络相传，守护香港。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西贡 White Black Cafe 选用具意式风味的 Pascucci 专业咖啡豆，冲调出品味独一无二的 Flat White 招牌咖啡，芳香馥郁的 Rose Latte 等，被誉为全西贡最有水准的咖啡，配上自家制蛋糕，欧绿色露天田园茶座，随时都享受到仿如置身外国咖啡店的悠闲时光。更设有私人派对 party room， 宽敞而且私隐度高，约埋成班朋友或者带埋宠物嚟开 party 叹咖啡都一样咁啱。White Black Cafe， 西贡普通道62号地下，订座电话3113-6088。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我是 Jade 贾晓晨。星期五，萧山坐镇，陪你游走古今时事，道尽文史哲理。风雅萧萧，现在开始。好。星期五晚的風雅蕭蕭，大家估下掌先，都是 live 的。有 Swanna 和 Henry 在這裡，就是我們縮了一間細房，為什麼呢？因為外面全部都是副選的工作人員，大家知道我們每天都有五六十個副選的工作人員在這裡，就是這樣。就進入這個白熱化的階段，就是在開展這件事之前，現在就有一件就是最嚴重的事情，就是由 Swanna 介紹本週的產品。Swanna 誠意推介。 OK， 咁咧就因為我去完旅行翻嚟咧，就覺得咧又有好多好嘢，好嘢好抵賣嘅。人民公社喺聽日、後日、大後日有四種物品咧，就係大特價嘅。第一咧就係呢一隻長城牌鹹牛肉，340g，原價20蚊，
特價$14，即係減咗三分之一㗎。係啊，我叫我老婆快啲買多啲鹹牛肉啦，我中意食鹹牛肉。好抵嘅，好抵。咁然後咧，第二咧就孔雀牌嘅呢只東莞米粉啊，嗱呢只東莞米粉咧就係原價400g嘅，原價7.5，而家咧就$6嚇。咁呢個個個都可以食嘅，啊好容易煮嘅啫。第三咧就係富國白飯魚魚露啊，魚露，哎呀，265毫升，好細聲喎，佢話開緊。265毫升嚇，係啊，就係、是、本來咧就$15。超特價$13 ，OK， 即係平咗$2嘅，即係點咩都得㗎，呢啲係好好味。仲有咧，嗱呢啲唔係國產，呢啲係超生頭先話俾我聽，呢啲係越南做嘅，越南做嘅，冇錯。咁最後咧就是、金蘭生抽啦，嗱生抽咧人都要㗎啦，係咪？豉油人都要㗎啦。呢個係590毫升嘅，即係590ml，原價$10，超特價$8。即係20% off 嚇，呢一隻嘢咧，即係$8咧，即係$1係啊，一個一銀錢加幣，係抵得好犀利嘅。好啦，咁人民公社嘅 situation 係點咧？人民公社咧有600多個會員，但係買過嘢嘅咧就得200多個。其實我哋有500個人經常買嘢咧就打和啦。咁呢個係咁個 circle 嚟嘅，即係越多人買咧就越嚟越平嘅。同埋咧，我哋可以開多啲分店啊嘛，即係譬如港島送翻港島，新東送翻新東，咁就爭好遠噶啦。同埋同嗰啲。即係人買嘢咧，亦都個 bargaining power 強好多啦，即係咁。咁咧，關於選舉嘅事務咧，就係想留翻咧，就第二 part 先講啦。就因為咧，就係、是、去咗抽 number 啦。第一就係、是，即係第二就第二 part 多人聽嘅，有啲咧7:30咧就趕唔到翻屋企，即係咁樣。咁第一 part 咧，我哋會講下其他嘢先嘅。咁就其實咧，即係講唔講阿馬仔咧，咁咧就落咗大家咧就係話。講咗落咗嚴令咧，唔准講。但係我諗到個 get 好笑嘅，成日都要講。咁但係咧又要多人先講，所以一定留喺第二、第三關節。都好。我諗到個笑 get 好好笑嘅，梗係好鹹濕嘅。咁就係、是、即係呢輪咧，我要日都落2-3個街站啦。即係我其實即係因為點解咧？我唔落唔得嘅，即係我落去係有分別，係明顯地有分別。咁即係同嗰啲多咗好多人握手啊！即係呢啲咁嘅嘢，咁你多一票就一票噶啦，即係咁，即係焗住要落去啦，即係咁，係。咁就係、是、人唔不比超市平，你唔可以咁講嘅。其實好多基本上都比超市平，係啊。但係咪平到即係呢一個係呢一個顯著地平咧？咁咧呢一個咧就係、是、每個星期推薦嘅特價食品、特價嘢咧，就絕對係嘅，即係揀一啲出嚟嗌嘅，即係咁樣樣係嚇。咁就係嗰個，我都講過咧，人民公社係一個如果越多人幫襯越平嘅嘢嚟嘅啦。咁而家暫時咧仲未，已經去到1日28宗嘅，一日去到30宗咧，基本上就打和啦。咁就開始賺錢啦，賺錢咧就一半啊拎翻嚟分噶嘛。咁呢個同埋個 balancing power 都強咗啦。咁就係係啦。咁所以其他嘢咧就下一節先講啦。咁樣就係先講翻呢一個阿波波事件咧，即係呢個。即係呢一個嗰陣時，我有個家居旅行必備係咩嘢？家居旅行必備係百花油啊嘛，你唔知啊？係保濟丸，保濟丸，即係第二嗰個咩啦？即係呢一個娶老婆咧，你有冇聽過呢句廣告啊？最緊要親戚讚賞，朋友滿意。咁我唔明點解要朋友滿意最好我。咁即係港官必備係乜嘢？都係老婆。老婆啊嘛，即係冇老婆點賴咧？仲有一句喎，養妻千日用在一時喎。Amy， 你介紹咗陳阿波波事件先。其實依家陳阿波，首先我當然啦，可以幾重去講啊。首先第一樣講就係究竟陳阿波依家出咗咩事咧？咁啊，佢出事其實最主要係兩樣嘢。咁啊，第一樣咧就係即係佢咧有傳媒發現佢而家嘅即係。即係佢屋企人嘅一啲嘅旗下嘅物業公司咧，係即係擁有一啲嘅即係舊樓嘅物業，而啲舊樓物業咧係被改建成為劏房嘅，咁係違反咗。
咗咧消防條例。咁當然啦，如果你從一個局長嘅層面去講，一個發展局長竟然經營劏房呢樣好諷刺啦。咁啊，第二樣問題就係、是、佢哋而家其實係賣咗一啲嘅舊樓物業俾田生公司嘅。咁但係咧，當中咧其實嗰、那個嘅錢係分咗兩嚿嘅，即係一嚿就係正式賠收購價啦，第二嚿係賠償價嘅。咁啊，因為賠償價咧其實係其實到依家啲資料未公開清楚嘅，咁所以究竟呢啲錢有冇打離隱税啊，或者有冇同田生有一啲嘅秘密協議啊，冇人知道嘅。咁啊，究竟陳茂波點樣應對呢件事咧？咁啊，係一層推一層啦，咁樣樣。咁啊，首先當然啦，佢就即係正如頭先蕭生所講啦，第一件事就話咧，其實咧擁有物業嗰間嘅公司咧，其實佢1997年已經離開咗，唔再做董事啦。咁啊，主要都係佢老婆咧，係即係我哋講話咧，係擔任董事嘅啫。咁啊，佢老婆做啲咩咧？佢完全唔知嘅。咁啊，呢句嘢其實都好熟，我哋已經聽過兩次嘅啦。咁啊，今次第三次聽啦。跟住去到第三次，即係專拉曬啲老婆，呢個真係大鑊啦！即係麥齊光，即係朋友嘅老婆都拉埋。咁啊，跟住佢老婆當然啦，都唔會坐以待斃，咁啊又再推一層，就話咧，其實咧呢間公司咧，佢係冇一個控制性嘅股權，咁啊而且咧佢已經咧係離職咗啦，咁但係咧其實。查翻資料，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佢係7月1日先離職嘅，咁啊即係梁振英正式上台先離職，咁啊好明顯就係針對咗咧，係即係我哋講話咧，陳茂波即將擔任局長而做嘅一個嘅選擇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呢間公司雖然佢離咗職啦，但係接手嘅一啲嘅或者控股一啲成員，全部都係咧嗰啲家族成員嚟嘅，即係都係佢啲屋企人嚟嘅，咁啊。跟住咧佢啲屋企人嗰、那個或者嗰間控股公司咧，當然就即係單單就。即係劏房嗰度就再推一層，咁啊而家就出咗一個二房東叫胡浩然啦，咁就話咧攬曬上咗，其實嗰啲劏房咧唔關呢間公司事嘅，全部都係我做嘅。咁啊，甚至乎啲記者揾到咧就係、是，咦原來即係有好多警棍嘅，譬如就係發覺原來佢租嗰個嘅租金咧係比平時平一半啦。咁啊，另外咧就係、是、會發覺咧，其實咧嗰、那個公司咧同佢嗰個租約咧係即係啱啱完咗四年，即係五六年嘅喎，個租約已經係啊。咁啊，依家咧無端端就話即刻要收樓，因為咧佢老婆就話要賣曬啲物業佢，咁、那個胡浩然都講：，唉、哎，冇辦法啦，咁啊揸正嚟做，好奇怪，因為有人無端收你樓，你梗係要鬧噶啦。我租緊俾人喎，要賠錢俾人趕人。嗰嘢好高興啫，咁樣係啊。咁啊，即係啲人就會用一個形容，就話佢係嗰啲夜總會啲 keeper， 即係意思係咩咧？即係其實幕後有個大老細嘅。咁但係通常搜到嗰啲即係等等先。佢話海外嘅頻道啲聲咧，仲係的確音樂喎。呢度講咗改咗未啊？係。OK， 得咁啊，所以即係呢啲好常見嘅，即係嗰啲即係夜總會咁啊，一有差人查牌，遇到出咗咩事，就會有一個人出嚟認頭啦，係啊，我啊，咁啊告曬我啦，咁啊背後當然就即係如果嗰啲夜總會背後咧有安家費啊聯絡嗰啲嘢啦，即係呢個胡浩然做嘅嘢其實基本上係個 keeper 嚟嘅，係一個 keeper 咯，即係嗰啲嘅一流一啊夜總會啲 keeper 就係咁樣樣做，一好一個好好嘅一個嘅示範教育俾大家睇到。係咁就係即係成件事咧，即係大家睇見第一就係、是呢、這個嘢好 cheap 咯，即係經營咧兩三間400呎嘅劏房咧，你間屋都得400呎，再劏成幾間咧，呢個係好 cheap 嘅生意嚟嘅。你知唔知賺得幾多錢啫？係比平時租金賺多幾千啦。可能接緊牙膏，可能依家冰山一角嚟嘅啫。係，咁唔係，咁第二咧就係、是、當然你見到呢啲擠牙膏嘅學問啦。所以第一揭發呢一間公司，呢間公司陳茂波喺立法會聲明入邊係冇呢間公司嘅。所以佢冇 declare， 到呢間公司。咁佢咁於是咧，佢就話佢咧就1997年咧就辭咗董事。但呢間公司嘅背景咧係乜嘢咧？係兩間 BVI 公司，海外公司。咁、你追查唔到間海外公司㗎，追查唔到㗎嘛？呢啲可以隱藏㗎嘛？咁、你講乜都得㗎啦。首先係唔係鐵證如山嘅一件事係乜嘢？大股東嗰間海外公司。同時持有另外一間有限公司，嗰間有限公司就係持有佢住緊禮頓山嗰層樓嘅，你有咩好解釋啊？呢一個係，原來你住嗰層樓又係咁樣樣嘅，係咪鐵證如山啊？呢樣嘢已經大竅喎，即係成個誠信係破曬產噶啦，講到呢度已經係。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係你同時係你操控噶啦，即係嗰樣嘢係唔可以揭露出嚟嗰刻係。咁咧，大家你要了解啦，陳茂波係咩職業啦？陳茂波係會計師嚟噶嘛？咁會計師通常都諗埋曬啲咩市橋啊，喺 BVI 啊，係咪British BVI、US BVI 嗰度啊？我哋都知噶啦，開好多公司，然後 hold 好多好多公司喺嗰度，乜七都好啦。第二，同呢個胡浩然呢張租約咧，有人懷疑咧係有鼠改嘅痕跡嘅，
咁首先應該有人去報警叫廉署，睇下呢張租約同埋呢個人係咪做假證供同埋假文件，一熬就熬散噶咯。呢啲嘢就係咁。第二另外一樣鐵案如山嘅嘢係乜嘢咧？佢咧佢老婆咧就話唔知嗰張租約咧係另外一條友簽嘅，而嗰條友咧係6月30日佢老婆辭咗職。7月1日嗰啲租約 expire 咗先做董事啊！你知唔知啊？四年幾前簽一張咁樣嘅租約，我話俾你聽，雖然唔係明文規定，香港嘅租約冚棒都係董事簽嘅。你明唔明啊？唔可以揾佢三個簽，因為三個簽不能查證啊嘛。即係呢樣嘢係人哋，即係你簽同我簽咗租約，呢張租約有冇效？我係查冊查翻你個名出嚟，先知道你要唔要負責啊嘛。所以我哋簽親任何租約，嗰、那個出租嗰個嘢，基本上都係嗰間有限公司如果擁有，都係個董事嚟。呢樣嘢你點樣解釋？咁呢、這個第二鑊嘢大鑊咯，即係阿波波係即係咁樣係。其實加埋呢啲嘢，原來咧佢話唔係喎，嗰、那個秘書處仲係佢間會計公司嗰個秘書。自己做曬，都係自己有。佢個transaction， 佢唔俾 third party 做，佢自己。咪慳翻幾千蚊秘書住啊，梗係自己公司做埋。好明顯嘅，有拉能。好啦，然後喺舊年強拍嗰陣時候，佢反對咗好多修訂案，限制個強拍，而佢同期賣咗樓俾田心。哇！呢個係死證嚟啊！呢一個係。即係佢賣咗先至否定修訂案咯。喺過緊呢一個強拍法例同埋修訂案嗰刻，佢同田生地產做交易買樓，而最後嗰間樓係被強拍嘅。喂，點解會唔係死罪啊？即係咁樣樣，你嘅誠信點解會唔係破產啊？即係咁樣樣係。佢好明顯就犯咗 conflict of interest， 即係喺。是水洗都不清的嘛，即是这样，是不是立法会议员来讲。当年辩论这个雷成立了雷曼委员会，你确保自己都申报利益，然后退席。然后退出。但是他。咁點咧？點收貨咧？係啊，但係報紙又話佢只要死口唔認就冇事喎。蕭生你點睇咧？即係咁嘅 ，authorized version 可以 sign 嘅。咁你有冇跟個 minute 啦？即係咁樣樣。啲凡係地產嘅嘢咧，基本上咧。就一定要現 black and white 嘅，呢個係特殊法例嘅口頭約無效啊嘛，即係呢個。我同埋我問下你，有冇咁巧兩笪兩個樓，天南地北，一個喺大角咀，一個喺邊度？你係租俾同一條友去經營劏房喎，呢個好好笑啊！如果你係一個正常嘅人，你會唔會懷疑呢個友唔係租嚟住咧？租兩間距離咁遠嘅400尺嘅樓嚟做乜 Q 嘢咧？佢唔係佢做劏房咋，夠運喎你！佢通常都係經營一流一個呢啲係，即係我哋家族，即係你嘅生意喎，即係蕭氏家族嘅生意。蕭生又講呢啲嘢，而家係俾人判係雞竇兩字，係可以釘你契喎，呢一個係幾大鑊啫，而你從來冇懷疑過嗰個嘢將間樓拆，即係點樣咧都講唔通。而最大鑊咧，你身為發展局長，個責任係消滅劏房啊！咁即係你嘅方法，即係佢將佢起多啲劏房嚟到消滅劏房。所以佢咪即刻賣咯，佢未上任之前即刻叫老婆賣鬼咗嗰層嘢咯。係咪即係成件事根本係破綻百出？誠信破產，即我不明白為什麼不釘喎，即係咁樣樣係唔釘喎，即係門税係另外一單嘢啦，要睇佢個公司嘅税嘅 return 有冇列嗰160萬落去作為收益，嗰、那個就 profit tax， 但係呃印花税咧就明顯㗎啦，即係呢一個係，即係咁樣係。哦，有單新嘅佢門税啊？唔係，佢層樓咧就賣俾田生啊。哦，280萬咧，120萬就列為樓價，就慳咗呢個 stamp duty，即係夾埋田生欺騙 stamp duty， 呢個係明確嘅。真係。係啊。真係呢啲壞鬼會計師真係，唉、哎，影衰曬我哋。算。點解佢唔知？因為
個個上任都查佢嘅喎。冇 background check， 冇理由冇 background check。諗下呢樣嘢，佢自己佢冇申報到呢間公司，就所以我咧懷疑邊個佢冇申報到啊？你其實咧嗱，我申報邊啲公司，你就開始去查啊嘛。呢啲公司嘅 register 啊嘛，冇佢，佢1997年已經辭任咗董事。記得他老婆的名字做董事，他覺得你查不到的。而6月30日他老婆已經辭了職，他又覺得你查不到，他又覺得你查不到，他還在搏緊的，是搏緊的，沒錯，他還在搏緊的，你明白嗎？他還在冒險認為人家會查不出的，查不到。那當然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就是有些人跟他們，就是有三江四海之仇的，不是你最不耐做發展局長，你真的有什麼說話可以說？你怎樣去捉劏房？人家懷疑你再收回十幾間，你怎樣去？哪有 credibility？ 其實因為你是當管部長，而牽涉到你犯的法例是你那班的法例，你立即應該請假和迴避的，即是在清朝來說都是如此的，因為你很容易 運用權力去掩飾自己嘛，即是整件事是這樣嘛。冇理由唔知道，有啲私家偵探咧，佢另外就可以派卧底去間公司查嘅喎。作為會計先唔知呢樣嘢點查。其實經營老婆應該經營劏房係咪違法嘅？使唔使坐監？係咪刑事嘅罪行嚟啦？那個業主即係非嗰、那個定係民事咧？你要咁非法經營劏房，如果你嗱，我首先4000多蚊租俾個友咧就唔合理嘅。其實咧佢4000多蚊咧就列咗入公司嘅收入入邊。咁又減少咗税，嗰盡量俾下邊嗰 part 咧嚟到賺多啲啊嘛，其實係咁解啊嘛，即係10000多蚊，咁佢咪又呃咗7000-8000蚊啊，係咪啊？即係咁啊，如果嗰個係佢嘅，係佢嘅caretaker 嘅話，即係嗰條數係咁計啊嘛，即係咁樣樣係，即係好算死草嘅嘢嘅，4000蚊係租唔到嘅，即係嗰度其實係，咁好啦，要分開。嗰、那個嘢，如果真係你真係完全唔知道，你好難 prove 你完全唔知啦，又逐個約，咁咧你就冇犯到經營劏房罪，但係業主就要孭曬非法改建嗰個罪。哦，咁都係係冇得消防即係通道又冇咗乜乜乜啦，嗰個係業主嘅責任嚟嘅，嗰、那個係業主嘅責任。咁係罰錢啫，咁罰錢嘅嗰啲係師傅嚟嘅啫，師傅係咁就係即係呢一個。即係田心啲嘢不滿都係咁樣樣噶啦，咁就人哋即係好多人都話嚇邊個咁神通廣大咧？即係咁啊！大舊都警告過佢噶啦，你好做唔做做發展局長，你實巴硬。發展局長就係、是、即係要同所有大地產商作對噶嘛，係咪啊？即係咁樣，尤其是你係良營嘅鐵粉鐵杆嚟噶嘛，即係呢一個梗係大鑊啦！而家我睇你點 Q 樣做落去，即係咁樣樣係，係咪啊？好啦，咁另外就其實我想講大班單嘢喎，你係咪補報大班條聲帶先，即係咁樣嚇播一播先。不過我諗啲播完都要去廣告嘅。係啊，你冇得做，通常就咁啦。咁你唔肯出資，我出得唔得？我話我哋出啦，我肯出啦。係啦，阿何國輝肯出啦，夏嘉莉肯出啦。係，咁我出錢，我出埋你嗰份都得5000萬。佢唔肯。他說你咁你咪分薄咗我咯，我點解要俾你分薄啊？我就係唔做就執咗佢，今日出嚟私信啦，又係想執咗，私信嚟咗啦，要執咗佢。但係你講個轉折點啊？咁我話我要買你，你咁叻，你揸住嗰20% 3000萬你出咗，我買你啦。嗱，你我買曬咁多份，我冇錢買。如果買你淨係黃楚彪嗰份，我借都買你。即3000萬，就俾3000萬。中聯辦話俾我聽，我唔可以賣俾你嘅大班。講完啦，你知㗎咁。即係黃楚彪講嘅。佢話你知㗎，咁我梗係知啦，我係知啊。我由頭到尾都知啊。唐英年做特首，嗱呢個我都要交代。係。我當然支持唐英年啦，兩個爛蘋果揀一個，一定係揀唐英年。呢個係我由頭到尾公開講，我唔怕贏。啊，冇得揀啊嘛。你淨係俾梁振英唔通揀啊何俊仁，更加唔使揀添啦。嗰個就唔難啦。嗱，咁你揀啊梁振英同唐英年，我冇得揀，一定揀唐英年噶。咁佢就同埋我亦都識唐英年咁多年。唐英年當年話商台續牌風波，喂，我知道佢好幫商台手。當年佢一意孤行要續牌俾商台，我對呢樣嘢我對佢係有個感恩喺度，亦都對佢因為有少少 respect 喺度。啊，喂，大家都知啊 ，Nicky Reed 都講咗啦，個 Vicky Nicky Reed 嘅。都話咗當日我同美國總領事講話，唐英年冇乜用噶啦，大佬。咁大家都知噶啦，我係好公道。嗱，
佢哋可能以為唐英年做，咁你大班又同佢老友，可能都唔會個點嘅，咁、就係咁諗咯。可能你又以為唐英年同我老友，咁啊曾蔭權同佢老友啦，到唐英年同佢老友仲買佢拍，哇！個個特首同佢老友，咁啊唔使講啦。咁其實個轉捩點係咪因為就係唐英年做老友？咁啊到選舉啦，係啊，特首選舉。嗱，我點解一路都唔開咪咧？嗱，我都要同聽眾交代，我一個其實波士曾經是一個時期咧，好灰心的，啊佢有成想劈炮添啊，因為成日覺得那個台下是停滯不前的，因為我一日都未開麥啊，係啊，佢不停逼我開麥，嗱跟住佢鬧我咧，喂特首選舉呢度唔開麥，你嘥咗時機喎、啊，咁嗱、我有苦衷，因為我嘅立場我係支持阿唐英年嘅，嗱如果我支持一個唐英年，我走去做節目。尤其做選舉，我是不 fair 的，即我是有些原則的，我做人，所以我就幾晚都不開咪。所以我為什麼在5月15日才開咪呢？是兩個原因，一已經選了出來了，我可以開咪了，因為沒有了那個利益衝突了。第二曾蔭權也都差不多了，但我是想著7月1日開咪的，我其實我就不想在曾蔭權在任的時候呢，我就變得很難做的。我人就講義氣的，你都知道忠義向難存，我跟你那個教你說的。咁所以終於俾阿何國輝逼咗我5月15號開咪。嗱咁呢個一開咪，嗱我唔係針對梁振英，我真係唔係。佢做每一樣嘢，我哋喺度批評佢嘅，都係應該噶嘛，係有一個批判性噶嘛。我係以事論事噶嘛，係嘛？咁佢哋就覺得唔對路啦。即所有有良知嘅傳媒人都會係咁樣對阿梁振英。仲有一樣嘢犯咗，仲有一樣嘢大忌。五月十五號好衰唔衰搞咗叫復仇者聯盟。我就俾嗰班佢好辛苦先會封到咪嘅人，其中包括黃毓民唔使講啦，鄭經翰唔使講啦。鄭經翰當佢哋可以冇得講啦，接受咗啦。我最唔好揾咗叫吳志森啊嘛，明？係。我唔俾你攤薄我嘅股份，我又唔肯出錢。我又要夹咗佢，我又唔系。我而家卢慧萍呢位听众，即系翻嚟咧，即系我系即系好快要去广告咧，就会讲讲 TBC 呢件事，即系成件事嘅是是非非。首先我再讲，即系以原则嚟讲，即系嗰日有人打电话去，不如同埋即系 My Radio 或者人网合作啦。咁即系阿大班就话，即系我哋系有政治立场嘅，佢咧就政治中立嘅。咁其实佢系仲系唔系好明白网嘅，即系咧，即系网嚟讲咧。你嚟我度做咧，就唔係用我個牌頭嘅，你隨時自己開一個網台，你明唔明啊？不過咧，如果你有過渡期間咧，你要 build up 咁多 server 或者咁多頻寬咧，有啲問題咧，我哋就可以支持你用 studio 啊，用頻寬，你咪開一個即係自己嘅台去自己製作咯，你咪保持政治中立咯。第時你中意整好咗搬走佢亦得，我完全唔介意。即係喺支持反對派嘅立場入邊咧，即係我哋同埋大班咧，無論如何咧，係同一陣線嚟嘅。而我是完全不會計較，即是彼此任何的 differences 的。我們回來再講這件事的是非。哇 ,Jackie Lin 真的很厲害啊。我自己都不知道，真的可以。Jackie Lin 當然是怎樣啊？信我啊 ,Jackie Lin 超怎樣啊？你說誰啊？你連 Jackie Lin 都不認識，當然是暗瘡啦。有 Jackie Lin 沒有暗瘡。是不是電話公司啊？請問 Jackie Lin 電話幾號啊？任何類型的暗瘡都可以治癒的。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啦。我係揾 Jackie Lin 幫手，佢兩個月幫我搞掂曬啲暗瘡，一無曬暗瘡，開心翻曬。有 Jackie Lin 破暗瘡。一屋寶貝，千姿百業，送給心肝寶貝，留言在最終回。一屋寶貝。花多眼帘，至少心肝宝贝，斜阳没有花灰，玻璃箱给我这双眉，分分钟一世走一回，看见你快乐已不用言悔。星期一晚十点，一路宝贝现身 One Like Stand， 同恋爱小天后一起人鬼情未了。一屋宝贝，美杯摩卡，要多杯啊！
手机都可以即时 download coupon 嘅咩？系啊，只要上 csmobi.com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全城最热门嘅餐饮娱乐购物消费优惠。睇啱优惠，仲可以即时 download 同 share 俾朋友添。csmobi.com 全城即刻优惠，睇啱即用。请你饮啊！我是成天奴，我叫风萧萧啊。最近我在美化射箭教室上完射箭训练班，现在才知道怎样为之射箭，同一般的射箭同乐日不同的，那里是由香港射箭总会认可的注册一级教练 Wayman Lee 负责教导，他不止风趣还很用心教的。咦，那啱晒我了，那地点在哪里？在港铁荔枝角站 A 出口，想知道多些详情可以打25151161或者 www.bermond.com.hk 看看啦。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今时今日，妖邪当道，九官满朝，要帮他们打开地狱之门，送他们一程。7月29日，大家上街，要吴克俭落荒而逃，要吴克俭落台。车费年年加，就服务年年差，港铁营运不力，就政府监察不力。逢星期六晚8点至9点半 ，SOHO 林康正、阿 Ben、孖仔同你一起破地狱。喂呀，你做咩唔望我啊？哇，小姐，你成面暗疮同黑头，唔系唔望，系唔敢望啊！吓，我已经试咗好多方法，但系都冇用啊。不如你星期一或者星期三晚收听明星潮语馆同食得精彩时段嘅 Jacqueline 护肤教室，皮肤及暗疮治疗专家 Jacqueline 会讲解不同嘅皮肤问题，教大家养生美容、健康身体、改善皮肤嘅方法。到时点指望你，仲锡晒你添。教你健康身体、改善皮肤的 Jacqueline 护肤教室，由 Jacqueline Beauty 送上。想终极暗疮，快打3188-4002预约免费皮肤咨询。星期五，萧生坐镇，陪你游走古。